经常有男的喊啊，上次是哪儿演出，一男的坐底下，于老师，我给你生个孩子。嚯，胆儿太大了啊！吓我一跳，多冷的天哪！这跟冷有什么关系？这是冷的事儿吗？这，谢谢吧，这个无以为报啊，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。是，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嗯，凭能力吃饭。当然要感谢谦儿哥，你就客气。这么多年来，风里来雨里去的陪着一块儿，应该的。真的，说良心话，这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你瞧瞧，人生难得一知己。嗨，你先等一会儿，我发自肺腑、啊。别发自肺腑了，热热乎乎的。对对对对，啊，人生难得一知己，老话了吗？哈，哪儿老话啊？叫什么？一知己。一知己，对，一知己，咱俩算是知己，那错不了。何止是知己啊！啊，从小一起长大的。对了，老北京话形容我们俩这个关系啊，马小啊，马小，咱俩麻辣小龙虾是吗？就是一块长起来的，没听说过。那叫发小，发小。对了，他是法国人的小孩。对，谁呀？我是个法国人。去。所以我们俩还占便宜呢，啊，你别说了，不是，啊，发小就是一块长起来的，就从小一块长起来的呗。对了，一块成长，哎，这是对的吧？这对，打幼儿园我们俩在一块儿啊，春天花花幼稚园，哦，我们俩在一个圈里待着呢，跟卖兜在一块儿呢，这都，卖兜的还卖盆的呢啊，嗨，反正打小在一块儿啊，小学的时候我们俩一个班，是，当然那是二年级，哦，二年级他从那个。弱智一小转过来了，我这小学这名字怎么那么难受啊？那转到我们班，我们一个班，哦，在我们班当年这就是富二代，我还富二代，全班的学生谁也没有他有钱，至于吗？那是，嗯，说句良心话，嗯，我们上学都带饭，嗯，拿饭盒带饭，对，人家上学带着他妈来，带我妈干嘛？吃奶。我都上学了还吃奶，说句良心话啊，吃奶的咱们也见过是吧？嗯，谁没吃过奶啊？那是啊，吃到一岁就断奶了，就很正常。一岁半两岁的也有啊，人家他妈也是真宠的，实话实说。哦，老太太，我不管别人，是我得给我儿子吃奶吃足崩了啊，知道吗？我疼儿子，母乳啊，对孩子的这个身体啊是最。您让各位瞧瞧，这有这么一上一下这么长着的吗？啊，再母乳也不能这样吧？啊，翻过来呀，啊，一前一后，你到底长哪儿？哎，啊，咱就光说，不用比划了，这个，哎，够意思吧？啊，什么够意思？嘿，啊，给孩子喂奶，喂呗，一定让孩子吃奶，吃奶，啊，两排呀，啊，你拿我当猪崽儿了是怎么着？啊，反正是吃奶。吃奶就完了呗。铃儿十二点一打铃啊，我们都把饭盒拿出来了，吃饭吃饭。嗯，他母亲从最后一排往前走。哦，哦，哎呦，多豪爽这么一人呢，全脱了啊！没听说光着膀子喂奶的。吃饭，好家伙，他这才吃饭啊！班长尝尝吗？什么呀？王老师，来点稀的嘛！行了，别嚷了。校长，别嚷了。我至于那么客气吗？我刚，我们全校师生啊，都是吃他母亲奶长大的。哎，好，老师也跟着一块起哄。那是我们俩最好。是吗？因为在宿舍的时候，我们俩在一个屋。哦，那会儿挺烦他的。怎么呢？在宿舍睡觉，怎么都睡觉了啊？啊，一打铃，一关灯，都睡觉。熄灯。他听半导体。那时候只有半导体啊，听个评书啊，听个相声什么的。我喜欢曲艺，大半夜拿一半导体啊。现在孩子都没有了，嗯，现在都拿手机什么的。对，啊，我们那会儿没有半导体，嗯，他那半导体还大，这么大个，听你就搁在枕头边听呗。是啊，举着。我干嘛举着听半导体？要强。这叫什么要强？早晚我们家会有电视的。哎嗨，我打算从里边看出人来是怎么的？举着这玩意儿累呀。那是。咵。哎啊。掉下来了！哎呦，换谁都得砸脸上，那非砸着不可呀，啊！也就是他，哎呦，多快，啊！
半导体砸枕头上了，没砸着我，人掉在地上，我躲劲儿太大了吧，我差点把我吓死。有你什么事啊？我正好睡他下铺。哦，我在上铺掉下来的是，那还不如砸脑袋上的这个。啪！哎呀，天天晚上一听一听一宿，是吗？转天上课冲盹儿，那就没睡觉了。坐那儿，老师讲课，他这晃悠，睡冲盹儿。嗯，我们老师挺好，是吗？数学老师就是耳朵有点背，岁数大了，说良心话，耳朵不背，非跟他急了。怎么至于吗？他有时候睡着还打呼噜呢。啊，幸亏老师听不清楚。哦，黑板上写东西，啊，他这晃悠。好朋友，我得提醒他。告诉我，别让他睡觉。你怎么提醒我？哎，月儿明，风儿静，树叶遮窗棂啊。这是怕我睡不瓷实啊。听儿叫铮铮，好比那个琴弦声倒。哎，这倒了。这老师听不见也得看见啊。睡，老师不知道。嗯。写一黑板题。哦，这写题。写完了。嗯。完了。谁上来？把这题写上。得，都回答一下啊！没有人出来是吧？没有人会，我可点了，点名。我一瞧坏了，怎么了？用于谦的时候到了。我学习好，万一老师郭德纲你上来，我不会怎么办？那叫我呀，谦儿啊，谦儿，哎，老师让你擦黑板去啊！你损不损呢你？嗯，擦黑板去啊！这儿迷迷糊糊，嗯啊。都擦了，快去！啊，上去到这哭，我也真实诚，老师都傻了，没见过这么胆儿大的呀。老师写了40分钟啊！啊，他擦了5分钟，哎，45分钟一节课，写完打磨打磨手，嗯，回来了，嗯，老师都愣了，那是，铃儿下课了，下课铃响了，啊。老师也没法发火了，啊，下课了，没办法了啊，因为这是上午的最后一节课，哦，中午了，哎，老师还没来及生气呢，啊，打教室最后一排过了一位，对，行了，行了，这是送奶的来了是吗？我都没听说过这个，把老师臊的，有什么可害臊的？馋了那是。这是臊的吗？这个走了，这赶紧走吧。俩最好，嗯，有点什么事儿都我们俩在一块儿。那是啊，经常发生这个。嗯，明天，烈士陵园，哦，扫墓，这是一个活动，敬献花环。对，所有同学，嗯，都穿校服去。那是要整齐划一嘛？哎，嗯，转天烈士陵园我们都去了。嗯，穿着学校的校服。对，啊，敬队队礼。对，敬献花环。啊，老师看着于谦儿。嗯，眼珠子都瞪出血来了，干嘛那么恨我呀？于谦儿啊，于谦儿，干嘛？我上课我说话你就没听见？我听见了。我让穿校服，对，谁让你披麻戴孝呢？哎，那是理解错误。这个穿一身白校服吗？自个儿还做一番儿？嗨，我理解太透彻了，可能我还至于拿一番儿吗？我。老师气得直哆嗦啊！让你爸爸来一趟。我爸爸要能来，我打幡干嘛呀？嗯嗯。这在当初叫请家长，就是请家长，叫你爸爸来一趟，真请啊！我脸都白了。有你什么事？这里，我的事儿来了。我去。这事儿就别占便宜。好朋友啊，干嘛呀？他敢回家跟他父亲说吗？哦，那倒是，就得我去顶替。一推门啊，老师好。哦，我是于谦的爸爸。真敢说话，老师都快死了啊！你们真拿我当缺心眼的呀？那是，你是于谦的爸爸，真的，少来这套。哎，你是他爷爷啊？谁说的？老师太缺德了吧？这个，我差点我恨不得粘个胡子就笑。行行行了，不用配合了。老师气坏了啊！郭德纲，你坐着别出去啊！还在于谦去叫你爸爸去。今天不来人，你不用再上课了哟，只得自己去。真急了，一会儿爷儿俩回来了。哦，这一进门，嗯，老师，我父亲来了。来了吧？老师眼泪都下来了。干嘛呀？
那是你爸爸吗？还不是吗？那是我爸爸。嗨，把他爸爸叫来干嘛呀？抡圆了给谦一大嘴巴，啪打我。跟进来老头不好意思了，啊，别打别打，啊，我都收了人孩子20块钱了。哎呵，这学校一好人都没有感觉。哎，小学的生活其实是最美好的了啊。后来就毕业了，嗯，毕业之后呢，我们两个人大相径庭。怎么呢？我跟他，我不如人家混得好。那是我聪明，我落魄了。是吗？我说句良心的话，真的就特别惭愧。你干嘛这样？还是上学不用功。是。毕业之后呢，澳洲政府请我去当顾问。这叫落魄了，嗯，我就上澳洲去工作了。哦，于老师学了那个 BB 机修理专业，有一门手艺养家糊口。有一个小遗憾，怎么呢？他还没毕业，嗯 ，BB 机毕业了，嗯。对了，我就算失业了这个。嗯，再见面是北京的一个秋天。哦，啊，街上红男绿女，车水马龙，热闹，人人混得都很好。嗯，有骑个大摩托的。哦。有开着车的，嗯，人人的状态都很好。是我孤身一人走在北京街上，你瞧瞧，穿着一双布鞋，这惨的，干嘛穿布鞋？没办法啊，我那直升飞机停得太远。那您是得穿布鞋，嗯，嗯，走着走着，迎面，谦儿就过来了。我好多年没看见于谦，啊，但是从小有这个交情，我忘不了你。那是脑子里有印象，四目相对，嗯，于谦认出来了。老同学，真是，就是你，怎么呢？你别看几年没见啊，哎呦，你真是有跟原来不一样。那是，你长了个大变样啊。你才长大变样呢，有这么说话的吗？这个书面语言啊，什么书面语言？实话实说啊，谁谁一见面，啊，哎呀，真是几年没见，大变样，这很正常。啊，是你虚着说成不成啊？几年你大变样？哎，对，我就怕这么说话的啊。留电话吧，啊，打这起咱俩不能再断了联系。那倒有交情啊，夜里3点就跟我联系，当天夜里3点，我睡得迷迷糊糊的啊，电话响，谁？谦儿啊，啊，好，你疯了，半夜3点，你来一趟，嘛呀？我说你真不嫌麻烦人，大半夜3点我睡得着着的啊，你来一趟，什么事？我说你干嘛呀？嗯，我在外头遛弯，嗯，在野地里边解手，没带纸，哎。这也麻烦人，你真坑人！你在哪儿了，嗯？我在一树林子啊。你抓把树叶，不行。怎么？松树林。哎，我差点滚了钉板，那就，嗯，去吧。啊，到那儿给他送纸啊。我说你疯了，嗯，3点多不跟家待着，嗯，他不是，跟家我夜里饿了，哦，想吃点夜宵，嗯，家里就剩一个榴莲了。那就吃榴莲怕什么？我忘了谁跟我说了。嗯，拿微波炉打一下榴莲呢，栗子味儿的，有这事儿吗？我就把榴莲搁在微波炉里边，栗子味儿的，打了5分钟，好吗？屎味儿！哎呀，那没法不是屎味儿的。屋里实在待不了了，嗯，我自个儿出来了。我说我怎么大变样了？那是。说你那可塑性强？什么可塑性强？哎呀，我说你真行，你出来你媳妇儿也不拦着你吗？啊，一说这个眼泪掉下来了，我勾起伤心事儿啊。跟我一说我都愣了啊。其实他之前就出了点变化。怎么回事？这个事儿是发生在他跟他媳妇儿结婚的头七啊。这头七，嗯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结婚有说头七的吗？这个第一个礼拜吗？第一个7天吗？啊，那7天可以说，你头七不像话。第一个7天啊，这行。他出去演出去了啊，本来说的不回来，突然他回来了。早回来了，一进门一看那媳妇儿，嚯，嗯，描眉打鬓画的可好看了。哦，坐在床边变颜变色的。怎么了？谦儿，你怎么了？啊，媳妇儿说没事儿。啊，我给你变个魔术吧。变魔术？一掀这被，走。这个一个大小伙子，在床上一丝不挂，还光着。谦儿都愣了。啊，怎么变出来？别问了。这是手法的事儿吗？这个啊，好神奇耶，哎！什么好神奇，啊？哇，好棒哎！行了行了，我也没人可佩服了我。想了3天啊，
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还没明白呢。媳妇儿说：“你要这个智力，咱离婚吧。”哎，好，因为这离的婚，感觉啊，没法跟你过了啊。说句良心话，认识你之前，我也不是没交往过男朋友。哦，还有过。我交往男朋友真是够一桌麻将牌的了。好，就四个。嗯，我说的是牌。一百多人了，这个，那是吃过见过。哎，行了，那离了就离了吧。这个、啊，嗯，这才离的婚啊。跟我说完之后，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。那是好朋友，嗯，这是我的小伙伴，那是我得管他。嗯，转过天来，我上家看他去。哦，我得开导开导他，你得劝劝我啊。这会儿正是愁的时候。是，来到他们家，嗯，客厅里边挂着一个大匾，上面写着一行大字，写着“天行健，君子自残不息”。哎，我这作死呢，在家里头是。我看看他那个状态，我很烟心难受。是。自个儿坐那儿玩游戏呢，那也好。哎，玩那个俄罗斯方块，太老了。玩游戏，嗯、旁边放着薯片啊，这儿放着方便面。哦，薯片要那个不是干的那个，打火机一点就能着那种。好家伙！哎，点这个能点烟，嗯。哦，嗯、方便面不泡，嘎巴嘎巴嚼，然后水管子那喝口凉水往下送，纯粹屌丝生活。嗯，他坐那儿玩游戏、嗯，我坐这儿看着他。嗯。眼泪都快下来了，过得太难了，瞧不得。嗯，突然间吓我一跳，怎么了？我身后是电脑啊，电脑屏幕亮亮，我再一看上面一行大字，写着您这次开机时间1年0.8个月。嚯，那我就别玩什么了。我这当时我就起誓了啊，这个朋友我一定要管他。你这得管，因为这个货不知什么时候就死了。哎，这好，净吃这个没法不去。哎呀，我得劝劝他呀、啊、我说你这也不是常事儿、嗯、啊，往开处想、嗯、天涯何处无芳草啊。对，正说着敲门。哦，打开门一瞧，谁呀、啊、管片的警察同志来了。他们民警找他送钱来了。给我钱？我一问我才知道，啊，就他们小区发生了10起诈骗案。哎呦，10起诈骗案的受害者是他一个人。都骗我一人，感情同样的技巧，同样的语言，同样的人，我就没上啊。这人是每天到那点过来拿一趟钱来，等于是。哎，对，我就给人送钱去了啊。人家把钱递过来、嗯、他接在手里边、嗯、谢谢警察叔叔。那是得道谢。警察走了，他还跟人家再见再见。一抬手钱掉地下了。嗨，我赶紧捡起来。嗯，我这么举着。嗯，他回头看我。嗯，你给我钱干嘛？这是不是这钱？嗯，不是我的呀。傻了，是我的吗？嗯，那我也不知道。我一瞧这人怎么这个状态呀。对呀，这怎么了？马上的事马上忘啊。这钱是你的还是我的我也不能瞎说呀。是啊，得了，我带你去做个亲子鉴定吧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朋友啊。啊，带他出去了。嗯，国营赵记亲子鉴定中心。这是亲子鉴定，听这名像卖煎饼的。这个挂号啊，进来让大夫给看看。嗯，量量体温。哎，完事儿出来。嗯，拿那单子，我说你看看单子上写着了吗？这5000块钱是你的。哦，没写。哦，这钱就是你的。我说那我就揣着了。什么你就揣着了？揣起来了。我说得了，钱不能白拿你的啊，今儿起我好好教给教给你。那也好。你的愿望是什么啊？我的愿望就是交女朋友。交无数的女朋友哟，床上弄得跟春运似的才好呢。好家伙，还带跑火车的啊！我想这孙子想瞎了心了，这是、啊、那是想瞎了心了。但是朋友之间，我得管你，这能管？明天上午你去找我哦，咱哥俩聊聊。嗯，我教你怎么交朋友也行、啊，行不行？嗯，转天早晨8点就起来找我去了。那是他开电动车，哦，哎，来到电动车这儿，哗一坐、嗯，可帅了。一给油出去啪，人就摔那儿了。干嘛摔那儿了？前轱辘锁着呢。对，我也太傻了吧，我不开锁就走。又开开锁。嗯，还真能走，往前走。嗯，开着开着进胡同了啊。胡同对面又来一开电动车的。哦，钱这么来，人家这么来。对面钱真聪明。怎么着？你左我右分开了，啪就撞上了。这还能撞上？都告诉你的左跟他的右是一个方向，对面来的。我倒说清楚了。啪，
巧就巧在啊，两位倒那儿谁都没动。摔坏了吗？那倒不是、啊、谁起来谁赔钱，这点心眼都用这儿了。这边躺一位，嗯，钱躺在这边啊，幸会啊幸会啊，还客气呢，往边来，让人过车。哎，还躲呢。万幸天气暖和，哦，四五度，零下十二。哎，好，冻上了都俩多钟头啊。钱说要不然今儿咱到这儿吧。哎呵，别坚持了，是不是、嗯、那位也说是 啊， 啊，改天吧，改天改天改天，还改天。俩人站起来打磨打磨头，哦，青山不倒绿水长流、啊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，请请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站起来这腿都不听使唤了啊，动木了，俩神经病嘛，这不是推着电动车啊，还不如溜达着快呢。这个往前走，马路边有一个套圈的，哦，摆着一地小娃娃啊，拿圈儿10块钱多少，是你上那套做小买卖的、哎、他说我站这歇会儿吧。嗯，套圈这老板是一大胖子，哦，大高个，拿着圈儿，他看看人家，嗯，多少钱啊？还问价呢。10块钱，嗯，10块钱十个，哎，10块钱六个行吗？划什么价，往上划价呢。老板乐坏了，嗯，行，随便套。那是随便套，套着都是我的吗？套上就拿走，也真有这闲心。钱接过来了、嗯、啪，套上了吗？一下就套着三轮车上了。套人三轮车上了，过去片腿就上去了。哇，我的，这时候聪明了。胖子你说能饶这个吗？是啊，人家也是挺客气。是吗？把钱拉过来，啪啊，干嘛呀？腾，不讲啪，打了俩钟头。嚯，论钟头算的，这都。谦儿站起来擦擦脸上血，还真能站起来。那车到底是不是我的？还问什么呀？还问，还缺打吗？这不是。胖子，当，这就明白了。一脚给谦儿踹出去了啊！坐了马路边又歇了俩钟头。哎，对，这点功夫都这么耗过去了。缓过来，浑身难受啊。那是。这怎么办？一抬头，嗯，身边有棵树，树。于谦伸手抓了几把树叶，啊，搁在嘴里边。我这什么毛病啊？嗯，这干嘛呢？电视剧武侠不都是吗？啊，受了伤嚼点树叶，人那是嚼树叶吗？人那是草药。嚼完了，10分钟就见效果了。好了，牙疼，指不定什么树叶呢。这个牙花子痒痒，中毒，嗓子眼是木的。哎呦，心说不行，我别死在这儿啊。就是啊，套圈这胖子没打死我，嗯，树叶再咬死我，这不是背吗？啊，上车吧。还上什么车呀？上电动车，缓得差不多了啊，嘚往前走。哎呀，天都黑了。哎，对面来一卡车。哦，谦儿奔着卡车去了。砰，我干嘛迎着卡车就撞啊？天都黑了呀。啊，卡车开着灯呢。是啊，他以为是两辆摩托车呢。我这太缺心眼了吧。我想打中间穿过去。我呀，我非死在这儿不可呀。这个躺，哎，你知道我说这个多过瘾吗？哎，对，准知道你过瘾呢。这个啊，嘣，怼上了，送医院吧。那是得送医院。送医院吧，知道消息我得去。你好朋友啊，看热闹去。到医院一瞧，躺在病床上呢。哦，病床墙上写一行大字，写的是不作死就不会死。哎，这病房就给我开的，就是啊，聊聊吧，啊，劝劝吧，嗯，都是朋友，是小伙伴，我得管他呀。你早管我呀。哎，我没事老去。是吗？三天两头看他，慢慢慢慢就好了。嗯，因为他这个对他来说这不叫事儿 啊， 啊，三天两头这样。嚯，精神状态恢复之后问我怎么能交女朋友，还没忘这茬呢。我说你这个玩意儿你这改不了了是吧？那是啊。那你喜欢谁啊？嗯，我就喜欢当年咱们上学那班花。哦，还有这个。他一说这我脑袋嗡一下。怎么呢？上小学时我们班有一班花，你他也记得最好看那女孩。是，当然那女孩学习一般。哦，蹲班溜级过来的。那不在这，比我们大12岁。这是想当初我妈那班的班花吧？这是比我们大大是她45，你算算吧。啊，60多了。这位，我说你现在还这么想？还这么想？好家伙，我说那你找着去呗。啊，就又认识，这么些年交情，你不用再跟人家那个多客气，慢慢发展，等不了，慢慢发展，你非死他头里不可。那我怎么办？
一进门就告诉他我很喜欢你，喜欢你一辈子了，哦，以后咱俩人就两口子了，就直接了当，一把搂住摁在墙上你就亲啊，铁石人也会答应你的，就行了，去了见面就约出来了，哦，我是于谦，我想见你，你是我的班花，我的梦中女神，嚯，哎，那女神来了啊，哦，这女神也刚让电动车摔完了，都这范儿的出来了 啊，一见着于谦，哎呀，干嘛呀谦儿 啊，他们都说你死了，哎嗨，我都交的什么朋友啊，这是谦儿一把就弄住了啊，我原来就爱你，我现在我还爱你，是，我跟你好，我爱你，推在墙上摁住了就亲啊，一下就脑震荡了，跑，哎呀好，我这杀人来了是怎么着，我骨质疏松，哎呀岁数太大了，六十来岁谁受了这个啊，谦儿跑了，那是得跑啊，跑了，嗯，给我打电话是在张家口，跑张家口去了，我现在在张家口啊，我倒不是因为搬花的事儿，那是，我是因为在王府井 啊看见一个女孩很漂亮，你瞧我转的倒快，我就跟她出来了，一直跟到张家口，嚯，我说那好啊，那你就追吧，嗯，我想问一下，我现在已经租房了，哟，我在这租房就为了追这女孩，好啊，你有什么技巧吗？啊，我说有什么技巧啊，嗯，认识人家家吗？认识，哦，差一个路口，我在这儿租的房，路口那边他们家，我就塞着他呢，我说你就买个漱口的杯子，买个牙刷，啊，每天早晨六七点钟蹲在家门口刷牙去吧，这有什么用啊？让街坊邻居误会你是他男朋友，嗯，时间长没人追了，早晚是你的，好吧？这主意也就你能想得出来，我跟你说，我就这个我还行，哎，这行，你早教我多好，嗯，一个月之后，啊，我心想我得看看谦儿去，你是得瞧瞧我，开着我那直升飞机瞧你。行，夜里边九点来钟，嗯，落在张家口，哎呦，下了飞机一瞧，谦儿坐在马路牙子那儿正抽烟呢，哟，干嘛？形容憔悴呀，哎，头发也长，脸上都是泥，指甲缝里都是泥，不是净漱口吗？一嘴小白牙，嗯，那是漱了一多月了，嗯，坐在马路边马路牙子那儿，嗯，叼烟，啊。我这瘾够大的呀，我这照这么着有三根就得肺癌，我这吃了烟头都给吃了，瘾太大了，那也没吃烟头，我你给我站起来啊，这颓废的样子啊，成了吗？没有啊，就老一嘴小白眼儿，哎，对，就是牙好了。你跟人说了吗？嗯，我跟他说了。嗯，我来了我就跟他说了。说什么？女孩问我，嗯，你是想跟我搞对象吗？哦，我说是。嗯，人家说了，以后不要这么想了。哎，啊，嗨，带我去，你去，带我去，我帮你说这事儿去。你瞧，还是有朋友。拐弯抹角一个路口到了啊，住那小别墅。哦啊，啪啪啪一砸门。嗯，谦儿，说说，我上。谦儿，开门。屋里女孩说话了，啊，家没人，没人说话，你看多客气，回头跟我说，嗯，家没人咱走吧，哎，傻小子吧，这是我真遇缺心眼儿，你 啊来来来来，我来啪啪啪，嗯，一开门，门打开，这女的看看我，嗯，进来，这是正常家人吗？这个这咱有朋友吗？是吧，啊，谦儿进来，跟我进来，哦，进来，一楼是一大厅，有二楼，哦，这女的进来，嗯，这人在家里穿着很简单的睡衣，哦，小睡裙，都睡衣了还怎么简单，啊，就是短啊，啊，到短，到锁骨这儿，对，到锁骨，到锁骨，那不是睡衣，那就是假领子，知道吗？我说你上头那在谁问你锁骨上头？我问你下头，在锁骨下头啊，还是到这儿啊？这个不是，就到这儿啊，小裙子，来来来，跟我上来吧，嗯，我们俩跟人上楼。哦，二楼大沙发，嗯，往这一坐，哦，刚坐下，谦儿站起来了，啊，我可告诉你，怎么着？我刚才在马路边坐了半天了，是着凉了，嗯，我得拉屎。哎嗨，我还以为要说什么呢，这多泄气呀，啊！这没法不泄气。这女的满脸嫌弃啊！你下楼吧，下楼吧，一楼那儿洗手间，快去吧，去吧厕所。她下去了，啊，二楼就是我跟这女的，哦，她开了一瓶红酒，倒了两杯，哦，给我一杯，她自个儿拿一杯，嗯，啊。把蜡点着了，把灯关了，烛光，端着杯，嗯，你想说什么呀？哦，
我就愣了，是，我是替朋友来的，对呀，我能说什么呢？真是，哎，三更三点入了罗帷呀，嗯，二爹娘睡觉，又把这灯来吹呀，今夜晚间敲打板，不算采花盗柳的贼呀，咱二人年纪相当，谁也不吃亏呀。这都什么词儿啊？这是，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再说，于老师在楼下正接手呢。我还接手呢。哎呀，洗手间门口贴条啊，不要用坏了，这叫什么话呢？写这么一行字，不要用坏了啊，把谦儿气的，那是小气鬼，真是上个厕所还不要用坏了，怎么会用坏了？拉门进去，啪把门摔上了，用用试试。厕所漏水，漏水，水都到眉毛了，这么深的水，才想起来那行字、啊、差一逗号，怎么写呀？不要用坏了。我琢磨琢磨再进去不行吗？我再推这门推不开了。怎么了？你想啊，它反锁上了，看不见呢、啊、又没个灯、啊、水到眉毛了，到这儿了，前儿垫着脚呼吸，喝吧，喝呀，就这一喝，喝到天亮，水量还不小。哎呀，天亮水终于到眉毛下边了，这都是喝下去的呀。嗯，门开了，嗯，我跟这女的出现了、哦、把她救出来。是，谦儿怎么着？这个她答应跟你交往了啊，希望你们两个幸福。你先等一会儿吧，你先等一会儿吧啊！我这喝了一宿水，你们俩干嘛来了？唱小曲吗？啊，唱什么小曲啊？喝红酒吗？是吧？你说点正经的。这就是为了朋友两肋插刀啊！啊，把这事儿说成谦儿很开心。是吗？两个人就开始交往吧。啊，真交往。三个月之后，这女孩怀孕了。仨月，仨月差不多，差不多。什么叫差不多呀、啊？谦儿高兴啊，要娶人家，那是得娶、啊、要结婚啊，回家跟你爸爸得商量去，得说说这事。我交往一女朋友，现在她有了，我们俩得结婚了。啊、对，老头想了想，嗯，是你的吗？哎，我爸爸比我还聪明呢。是你的吗？啊，那是我的。哦，那就好。哦，千万别走我的老路。哎呵，这玩意儿就别传代了，这个。结婚吧，啊，大牌宴宴啊，那是请客，请那些个朋友啊，嗯，吃饭，哦，喝酒，是庆祝啊，开心，好啊，酒席散了，嗯，大伙儿都走了，啊，谦儿送完朋友，哦，回来把门关上，一回头，哎，一瞧这媳妇儿变颜变色的，怎么还？媳妇儿你怎么了？嗯，媳妇儿乐了，啊，我给你变个魔术啊，还变魔术？你先背，你猜怎么着？我你少来这套，你在里头呢，对吗？不对，那谁在里头呢？套圈那胖子啊，去吧。下面请您欣赏瞧这一家子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谢谢谢谢谢谢啊，来就来吧，还花钱，真是的。哟，这边还有呢啊，于老师，我接着女的，接男的。你说你们来就来，还买东西，嗯，这让其他没有花钱的观众怎么办？嗨，大年初六，嗯，没出正月都在年里边，是给大伙儿拜个晚年，哎，希望各位晚年幸福。嗯啊，这叫什么话呢？都认识我们啊，嗯。我叫郭德纲，嗯，哎，无所谓了，是吧？哎，到我这怎么就无所谓了呢？于谦老师，哎，你别老是，这是我最好的朋友，那倒是不错。心里有什么别扭话没地儿说去，就是跟您念叨，应该聊一聊。好哥们儿，好交情，是人生难得一只鸡。嗯，您拿我当鸡了，啊？老话嘛，咱们是知鸡朋友嘛，啊、这。没听说有知己朋友，那叫知己。知己朋友，对，我们打小一块长起来的，是北京话，我们俩是麻小啊啊，麻辣小龙虾呀，咱俩是，啊，就这么大起来的，叫什么？那叫发小，我们俩是发小。对了，他是法国人的小孩，谁呀？我是法国人，哎，去，
老占便宜。这么多年来，一晃有十几年了，在一块儿。嗯，风里来，雨里去。哦，各中的甘苦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是是是。谦儿哥45岁了。对，你绝对想不到啊！5年前、嗯，这是一个只有40岁的人。这不是废话吗？这不是啊！你折腾我岁数干嘛？日月穿梭，催人老啊！真快，一晃咱们都这个岁数了。嗯，最对不起的就是您。怎么呢？老跟着我呀，这东奔西杀，南征北战，嗨，不容易。哎，应该的，无以为报。您瞧瞧，你就盼着吧。盼着什么呀？等我什么时候要当了皇上，啊，我封你当太子。哎，我盼来盼去，盼来一儿子，你知道吗？便宜在后头呢。有什么便宜啊？我要当皇上，你是太子啊。啊，好东西都是你的。是啊，来一大包袱皮儿。全装在里边啊！乾清宫正大光明那个匾后头，那藏东西的，一塞，嗯，你就等着我驾崩就得了。我就等着您死。一眨眼，我活到150来岁，死了。嚯，这且眨眼呢，这个那是。我这一死，太监赶紧给你送信儿去。我是太子吗？得跟殿下说呀。是啊。大总管出来，嗯，殿下正在马路边修自行车呢。哎。殿下太子了，我修自行车去，就玩呗，是吧？我拿这挣钱啊。嗯，殿下，别弄了。是，殿下把改锥放下了啊。你瞧我拿这玩意儿，怎么的了？嗯，父皇驾崩了。嚯，你这哭吧？还哭呢？哭完赶紧奔故宫拿东西去，排队买票。哎，越说越不像话了啊！我都太子了，我进故宫还得买票？对，就不用排队了啊！这不用排队也不像话。你有月票？哎，这嗨。还不如买票呢。哎，到这儿哭我一抱啊，奔乾清宫。是，保安扶着梯子，还我自个儿上匾后头啊，大包皮够下来。哦，打开了都是你的。都什么呀？国库券呗。哎，嗨，要那玩意儿干嘛呀？说这个意思。嗯，封太子是表达我内心的这种状态。得，那谢谢您吧。不能光封你啊。还封谁呀？封你父亲。嗯，四阿哥。嗯，他是四阿哥。封你儿子五阿哥。哎，这我们爷仨拉平了，你听听。封你母亲圣母皇太后，太往后，还往后，一直往后。哎，出去了呢，从后门就出去了。他封你姐姐是个嬷嬷。啊，封你妹妹是个饽饽。嚯，封你哥哥韭菜盒子。嗨，封你大爷是个窝头。哎嗨，他怎么是窝头呢？眼儿大。哎，这去你的，别提了。封你媳妇压寨夫人。啊，又来了，皇宫里出来压寨夫人了吗？不像话，不像话啊！你媳妇儿怎么能给我压寨呢？就说是送到雍和宫跟喇嘛做游戏。嘿，好嘛，还不如压寨呢。这个、去玩耍啊！别玩耍了，封娘娘也得封你啊！啊，我当娘娘，你当娘娘，咱俩人自己多好啊，是吧？我能当什么娘娘啊？我封你个嫔妃吧。看见我还嫔妃？你看《甄嬛传》都看过吧？啊，晴嫔、婉嫔，我是什么？你是我的尿嫔。哎。我净在厕所待着了，这个一辈子干不了别的了。多好，这一宿滴滴答答功啊！哎，这嗨，太贫了，这也玩笑说玩笑，是因为谦儿哥在我心中重如泰山。老说我呢，要不整个中国相声界念书最多的就是于老师，那是有点学问。别的人在后台玩个游戏呀，啊，聊个天喝个茶呀，是谦儿哥坐在后台必须要看书。我喜欢学习，单有一张桌子，啊，摆着书。哦，旁边是字典。嗯，在旁边是怎样查字典。嗨，我连字典都看不懂，我就别看书了。我三本一块看啊。哎，为了看书把街舞都练出来了。呵好，我这通倒腾劲儿的。当年我们就爱看啊，爱看于老师写的东西。我经常写点小文章，他也没出版，想看他的文字到哪儿呢？有地方吗？我上过您的嫖客。哦，新浪嫖客。您行，等一会儿吧。您还上过我的嫖客呢？是的，那咱俩得另干姐们了吧？这个、啊，你说话很肮脏啊！废话，那不叫您说的那个啊，那叫博客，新浪博客。哦，博客是吧？啊，因为我看好多人都点你啊，大伙儿都点。怎么那么难受啊？这词儿啊？什么叫都点我呀？那叫那叫点击。我就没敢说出来。这嗨，
咱知道合适不合适。什么合适不合适、啊、谢谢您的坦诚。行行行，您理解错了。你老这么耿直，你们家人知道吗？哎呀，提这个嘛，理解错了。点点点，有这么一词儿，点击率。怎么还绿？您跟你说不清楚了。反正那会儿老上博客看您写的东西，有。到后来博客玩的少了啊，玩微博，这个便捷呀。德云社第一个玩微博的就是于老师。我早。哎呦，坐在后台刷屏啊！我说这有什么意思？你瞧多好玩啊！自媒体，没错，跟着玩。嗯，一进后台，于老师放着一盒烟，哦，眨眼的功夫丢了。哟，哪儿去了？不知道哪个孩子开玩笑拿走了。他们好跟我斗。谦儿哥不生气，那生气。拿手机发微博，这也发。我不说，不代表我不知道。啊，我点给他们。五分钟啊，他媳妇儿来一短信，写的什么呀？对不起。这玩意儿破大案了，这个。什么事儿就对不起呀、啊？对不起，给你装烟卷装少了。嗨。这就不至于发微博了。大伙儿别往歪处想啊，这是正经的大户人家，也谈不到。门风最要紧，那倒是。他可不是汉族人哦，您知道满族。对了，八旗贵胄，贵胄可谈不到。真的，实话实说，在旗，他满族姓，他姓叶赫那拉。嗯，以前跟西太后是一支的。嗯，皇上是爱新觉罗，对，他们家是叶赫那拉。嗨，宣统退位，取消帝制。嗯。姓爱新觉罗的都改了汉姓了，哦，改姓金。对了，北京城就是这样的。嗯，您一说姓什么，姓金，满族、嗯、可能就是爱新觉罗，有着多，他们也改了，我们也改。爱新觉罗都改了，叶赫那拉也得改。我们叫什么呀？叶赫那拉宅一个字儿，姓拉。我们瞧，我们挑这字儿，老拉家，嗨，还老拉家，还有宅子呢。还有吗？前门外前门大街，嗯，皮条胡同是他们家的。皮条胡同拉家、嗯、拉皮条那家儿，哥我这才听明白了。这反正是个大户人家，那能不大吗？否则话您在后台不能这么有声望。我还有什么声望啊？真的啊，这来一百个说相声的啊、嗯、你拿眼一看就知道这个是于谦。这怎么能瞧出来呢？出类拔萃，带出来了吗？人中的龙凤一般呢。这真捧我。举个例子啊，啊，夏天，嗯，六月三伏，哦，这说相声到一块儿，来个背心、大裤衩，穿一拖鞋，那凉快呀。啊，拿一大半缸子跟这喝高碎，嗨，说相声。嗯，在这里边特别扎眼。嗯，有一个人穿衬衣，这位是于谦。对了，我这人严谨。六月三伏，热也得穿好了。那是职工之令，规规矩矩。哦，六月三伏，三四十度啊。于老师上身也来衬衣。哦，哎，小领的衬衣，袖扣这都系得倍儿严实。上身穿衬衣，对了，下身呢，丁字裤。哎，我怎么就下边这么热呀？勒的都喘不上气来。哼，还提高了这个，做大了。行了。丁字裤还能喘不上气儿来啊！夏天丁字裤啊，冬天是丁字棉裤。哎，我把丁字裤都续上棉花了，你这多细致啊！啊，我这要去一趟东北啊，雕钉。哎，这嗨，行了，好，还雕钉，这也费不了多少皮子。这个你这勒上多解刺痒。嗨。他是净剩点这个了，大户人家比不了，也没什么。你还没什么呀？啊，我们跟您没法比。怎么不能比呀？举个例子来说，嗯，吃奶，于老师吃的比一般人时间都长。我断奶是晚一点。普通人家给孩子吃奶，有半岁就断了，嗯，一岁就掐奶了也有，这就算长的了。说到农村，两三岁还有。啊，哎，但是您跟我们不一样。我吃的几岁？刚才。哎啊！我要不上台还作呢是吗？啊，皮儿的说他干嘛呀？皮儿的这事儿就是，关键跟他母亲有关系。怎么呢？那会儿老太太就说了啊，我不管别人，嗯，我们老拉家啊，别提老拉家了，就说老于家，老于家啊，这孩子们得疼他啊，一定给孩子吃奶，那是母乳对身体是最好的了，增强抵抗力，别人挤一号我不管。
您让各位瞧瞧啊，这有这么一上一下长着的吗？这个啊啊，这翻过来那不还一上一下吗？脸，哎，啊，咱就不用比划了，行吗？您得原谅，年轻没见过。哎，这什么你？哎，老太太那会儿啊，啊，给孩子喂奶。哦，哎，喂奶，哎呦，喂奶，哎呦，哎，这两排呀，您拿我当猪崽儿了，那是。一直吃奶啊，吃到上小学。我上小学还没断呢。我们俩同班啊。哦，上小学，我他二年级，他转到我们班来的。啊。他从那个智障三小那儿过来的，哎，您瞧我来这地方啊，嗯，到我们班，嗯，我们俩同桌，我坐这儿，他坐那儿，挨着，全班最后一排单有一个凳子，干嘛用啊？他母亲，啊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们吃饭，我们都带着饭盒，嗯，他带着他妈来呀，啊，还没断呢。老太太坐了最后一排，啊，中午12点铃儿，一打铃，嗯，我们都把饭盒拿出来了，哦，吃饭，嗯。教室最后一排，他妈过来了，哎，嚯，哎呦，多豪爽的人，全脱了啊！我没听说光着膀子喂奶的，吃饭。嚯，我爸爸来的这是，于老师这才吃饭啊。班长，嗯，尝尝吗？啊。王老师来点稀的嘛，别让了。校长，别嚷了，我太客气了。我也，我们全学校教职员工啊，都是他母亲给我们喂大的。哎，好嘛，全吃到了。这是那会儿，后来大了自个儿吃东西了啊。哎，当然这可是个吃过见过的人，这叫什么话？吃东西讲究哦。说今天喝点什么鸡汤啊，买只老母鸡来。哦，一定自己下手，在鸡胸脯这儿有一人字骨，嗯，就那叉子那块，那手一摁，这干嘛？如果觉得摁得动，啊，可以，哦，这是一年之内的雏鸡，拿手一摁，说这硬了，嗯，这不能再吃了，肉就老了。过了一年了，肉发柴了，对，就这么讲究。嗯，吃牛肉，给我切黄瓜条这块，黄瓜条，对，吃猪肉，嗯，要小里脊。小里脊，脊椎骨内侧有这么一条肉，嗯，那条肉是可以生吃的。嚯，哦，他买肉卖肉都出头，哎呦，又来了，这碰着行家了，他懂啊，啊，要这条，啊，就拿这个，要5斤，嚯，哦，这给他切完了，嗯，不够啊，那哪儿得了？对不起，于老师，啊，打猪头上切一块，啊，这送您不要钱，甭送我，怎么着？我不要脸啊，你才不要脸呢。我有跟人这么说话的吗？我猪脸那不要啊！你说清楚了。哎，我跟他出去吃饭，我有时候我都觉得你讲究的过分，是吗？啊，这儿坐着吃饭，嗯，人家老板上菜了。哦，于老师，这您点的，嗯，啊，这是我点的撒尿牛丸是吧？啊，就有这个。这里都有什么呀？嗯，有牛肉，嗯，还有呢，虾肉，嗯，你这菜叫什么名字？嗯，撒尿牛丸。对，明白了吗？是，您稍等。我等什么呀？我等5分钟啊！老板端着这个，系着裤子就回来。哎，这人说的是撒尿牛丸，没说老板撒尿牛丸，知道吗？吃的讲究，那讲究。我们一块长起来的，别人不了解他，我太了解他了啊！上学宿舍，我们俩一屋啊，那是晚上不睡觉听半导体。我喜欢听。现在小孩们弄个 iPad， 弄手机，晚上睡觉啊。我们那会儿哪有啊？那早啊，半导体，半夜12点。听评书，对，拿着这你就搁枕头边就完了呗，啊，非得举着，弄一半导体，我干嘛还举着呀？老希望看出人来。哎，我也是瞎了心了，举着举着胳膊酸了，嗯，掉下来了。哦，长着聪明啊？怎么了？躲开了，闪身，啪！哦，半导体砸在枕头上了，没砸着脸，人掉到地上了。哎，我这闪身闪大了，这个。差点没把我吓死。有你什么事啊？我睡他下铺啊，我从上铺掉下来的，和还不如砸脸上的。这个晚上不睡觉啊，早晨上课坐那儿冲盹儿，那可不困吗？老师，我们那老师在黑板上写题啊，我挨着他坐着。哦，他这睁不开眼了。哎呦，好朋友，我能不劝他吗？你得叫我起来呀。老师那儿写着呢。啊，一会儿转身回来看你睡觉怎么办？是啊，我得喊他呀。给我个信号。哎，嗯，
月儿明，风儿静，树叶遮窗棂啊，这是怕我睡不瓷实。蛐蛐儿叫铮铮，哎嘿，我都睡死过去了，这很开心啊，开心。老师写完了，嗯，一回头，完事儿了，一黑板都写满了题啊，那可真不少。谁上来回答一下？该解题了，没有举手的是吗？怎么办呢？我可点了啊。或点名啊，我冷汗都下来了。干嘛呀？点到我不会怎么办呢？你学习差，这会儿用你的时候到了。我会呀、啊、于谦，哎，叫我别睡了，解题去，老师叫你去擦黑板。叫我擦黑板？快点啊啊，擦黑板去。嗯，哎、啊、哎呦，真下得去手啊。老师写了44分钟，我呢？他擦了1分钟。哎呀，一堂课过去了。啊！打铃下课了，该下了。把老师气坏了。那是，还没有办法惩罚你。怎么不能惩罚呀？这是上午的最后一节课，到中午了呢。打教室后边过来一位啊，我的午饭来了。行行行行，行了行了，干嘛该吃了是怎么着？童年是非常快乐的，哎，对，那是你们非常快乐的，真的挺好。他一惹祸，就是我替他去扛去啊，那是好朋友。这事儿经常的，老师，明天那个都得去啊，集体活动啊，烈士陵园哦，有活动，咱们大伙儿穿着校服一块儿去，整齐划一，到那儿献个花环啊，集体活动，记着都穿校服。好，转着都去了，我们到那儿敬队礼，拿活动吗？献花环。嗯，老师眼珠子都快瞪出火来了。因为什么呀？于谦，要我？我说话你没听见吗？怎么了？我让你穿校服。我穿了。谁让你披麻戴孝啊？哎，我穿一身校服出去的是吗？披麻戴孝，那是校服吗？自个儿还弄一幡儿。呀呵，我这还发挥了是怎么着？我还弄一幡儿过去，把老师气的呀。啊。让你爸爸来一趟。哎，有爸爸我打分干嘛呀？说的是那个。哪个呀？这叫请家长。哎呀，最厉害的就是这个，让你爸爸来一趟。哎呦，一句话说出来，嗯，我冷汗下来了。有你什么事？这有你什么事？我的活又来了。哎，好嘛，这自己找的好朋友吗？啊，推开办公室，哦，老师您好，怎么样？我是于谦的父亲。哎呀，真敢说，老师差点没气死。知道你拿我当缺心眼的，真是。你还是他爸爸，你、哎，你不是他爷爷吗？哎，去，你这没够了，您这占便宜。你为什么敢这样？我愿意去，是因为我对他们家了解。是啊，那会儿不是小孩吗？啊，老师一说家里如何如何，我能回答上来。哦，两家太熟了，是通家之好。嗯，尤其他们家这。三个姐姐跟我也都不错啊，对啊，我有姐姐，三个姐姐，嗯，当初北京城上学高材生，学习好，毕业之后呢留学了，哦，到东莞。哎，留学有留到东莞去的吗？后来就跟那儿就没回来啊。怎么呢？大姐开了个洗浴中心啊，二姐开了个 KTV， 哦，三姐弄个美容美发，好像是。嗯，你瞧这仨买卖吧。嗯嗯嗯，挺好挺好、啊、当然了，不经常回来，那在家呢，父母就跟他一块儿过日子。哦，他父亲特别可爱。嗯，老爷子有人见过哈？有意思。他爸爸个儿不是很高，留个小平头。哦，哎，你就按你的，行行行行行，你就按你的形象说的我爸爸吧。他们跟我打招呼呢。跟谁打招呼？老爷子特别可爱啊。啊，我就是爱跟老头聊天。哦，可要去十回啊，啊，得有八回老头不在家。都干嘛去？出去遛弯去。啊，活动活动。上年纪人跟家待着没意思。是，没事门口公共汽车站啊，坐汽车一转转一天。呵，老头真可爱。偷偷。尤其要是终点站，老头能美死。那就有座能坐会儿。哎，要是能坐在靠窗户那儿，他爸爸最高兴。要不过过风嘛。哎，开窗户是吧？啊。旁边要再坐一女的，啊，活活没死。干嘛有聊天的啊？省着寂寞呀。哦，女的再抱一孩子，嗯，最好不过。老头都喜欢孩子，孩子别太大，多大合适？哺乳期的最好。干嘛非这岁数？老头这坐着，嗯，这儿来大姐抱一孩子，哦，半岁吧，
坐在这儿，你爸爸高兴。嗯，哎，他馋了是怎么着？哎，嗯，哎，嗯，老流氓啊，这是。话这叫这干嘛这么乐呀？孩子可爱开心呢。哦，喜欢孩子们坐车背不住就哭了。是啊，这一哭人家这，哟，别哭别哭别哭，就哄呗。你这孩子一出来就哭，在家没事儿、啊，老头很关心。是吗？饿了吧？哎，管着管不着啊你？给孩子喂奶吧。啊啊、嗯，快点吧。哎哎，行了，你跟旁边美什么呀？那得喂啊。那是，这没办法，解着扣喂孩子。嗯、啊。在家也不闹，你是出来就饿，快吃快吃快吃。嗯，他爸爸挺高兴。哦，嘿，嗯，哎，孩子还真白。啊，是说孩子吗？这个，你有意思吗？你啊，废话，老头干嘛呢？呢，就是心地善良。这是善良吗？心地善良，有时候老劝他，别出去了。啊，那么大岁数了、就是、啊，跟家待会儿，不行。啊，非去人老不服老，赛过老黄忠。哦，你别看我现在这状态，我嗯，大小伙子能干的事我都成。是啊，我抢个银行给你们看看。哎啊，这不神经病吗？拿把菜刀哆了哆嗦奔银行了。哎呦，到那儿忘了干嘛来的了啊？哆了哆嗦又出来了。嘿，好嘛，人保安给送家里，老头感动坏了。是吧？给人做个锦旗，嗯、人民卫士。嗨，这不是浪的吗？这不是这老头可爱，老小孩老小孩的吗？啊，全忘。当然了，他们家。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谦儿哥的夫人啊、哦、我媳妇儿，哎呦，嫂夫人真好啊，于谦儿的媳妇儿、嗯、那是富贵人家的小姐，哎，谈不到富贵人家，是北京一个歌厅啊啊，她是那儿的小姐是吗？别瞎说啊，别瞎说，富贵人家是个歌厅，歌厅旁边那大院，她是那儿长大的，你把她说明白了好不好？有身份啊，书香门第，宦官之后啊，宦官之后，那是太监，你知道吗？那叫什么？官宦之后，官宦之后啊，他岳父是做官的，哎，蒙古国的海军司令，哎，那地方有海吗？叫海军司令？总统说了啊，多咱找着了水，当时就上任。哎，好，我说老头闲一辈子呢。嗯、哎，什么话 啊, 啊？如花似玉的闺女嫁给你了，那是真好。嗯啊，当然了。你有个小毛病，我觉得得改。什么毛病？挺疼媳妇儿，但是不能同着外人。怎么？一同外人，这大男子主义这状态就来了。嗨，这老爷们都有点儿。来一帮朋友，我们上家去吃饭去了。啊，他媳妇儿不错。谦儿，你抽根烟吧。哦。谦儿，你喝水。多好啊！哎，来，再给你。这滚！哟，这不是混蛋吗？这不是。切，像个娘们儿似的。哎，废话。他就是娘们儿，知道吗？过来媳妇儿，又叫。今儿来这一百多人都是我们的朋友，嚯、哦！跟大伙儿说说，说什么呀？同着大伙儿啊啊！跟我结婚之前，嗯，交往过多少个男朋友？这事儿也说说，啊，把我们大伙儿臊的呀！真是的，不想听，不这，坐着听，不是外人。哎呦，说，啊，你疯了？说这个，说呀，啊，不白说，干嘛呀？说出一个来，嗯，我给你100块钱。我还给钱，把这媳妇儿气的。100，我差你这30-40万的啊！嚯，好家伙，这得交多少男朋友啊？这个，那吃过见过。哎，这是，别提这个。话虽如此啊，啊，同着人要这劲儿，背地里，嗯，疼媳妇儿疼得很过分。这我们感情好，当初还不挣钱呢，啊，给媳妇儿就买了一辆桑塔纳。那也不算什么桑塔纳，那会儿大伙儿还都蹬自行车、拿月票、坐公车呢。哦，早啊。买一桑塔纳，嗯，这觉着不行，哦，又攒钱买了半辆奔驰，嗯，怎么还半辆奔驰、啊？车祸呀，撞散了那个，那干嘛用啊？前半拉能用啊，啊，回来跟这一拼，车头是奔驰，哦，车尾是桑塔纳，拿铁丝儿吊着一块儿，啊，他媳妇儿天天开着这辆奔桑，啊，奔桑啊，出去就得出事儿这个。两口子这个好啊，那是无论走到哪儿都手拉手。嗨，你要说20出头、17、18、9，小姑娘小小子情有可原啊。40来岁了，亲密无间，手拉手还那么好，媳妇儿也大方，是吧？哎，嗯，我这牵着她出去耍猴去了是怎么？一进超市才撒手呢。啊，去干嘛？随便拿，瞧瞧。
别让他们逮着啊！哎，这我带他偷东西去了，这是。我最爱跟他媳妇聊天，是吗？哎，有时候走到那个皮条胡同那儿啊，别提这皮条胡同。我一看墙上画一大白圈啊，写个拉字儿。哎哎，这都写拆字儿，没有写拉字儿。是按你们家那姓儿写的哈。好，还是拉皮条。这是谦儿哥家啊。嗯。一砸门，嫂子出来了。嗯。嫂子您好。啊，这多规矩，规规矩矩的。哎，老嫂比母，小叔子是儿，这是老话，不能开玩笑。没错，嫂子您好，这就对了。嫂子大方。他说什么？死鬼。嗯，一个爱千刀的。嗯，小没良心的。嚯，你还知道来呀？哎呀，你怎么不露面的呢？嗯，对不起，我媳妇儿看得紧。这嗨，没有这么对话的啊。嫂子你挺好，挺好的。嗯，来呀，上家吃豆腐吧。啊，嗯。吃什么豆腐啊？他会炒菜，麻婆豆腐做的最好。哎，清楚了，炒菜做饭。嗯，哎呀，嫂子，您手艺真好。吃完了，谢谢您。嗯、好吃啊，好吃啊，好。嗯，吃完了啊，洗澡吧。嗯、这洗什么澡啊？啊，买的水果那个冬枣，洗点枣吃。咱能把它说清楚了不能啊？啊，你以为呢？我以为凑合吃点苹果就得了。你吃什么冬枣啊？这人脏心烂肺，你知道吗？废话。咱们不是那个人，知道 吗？当然了，我是最近去的少啊。为什么呢？人家里边又弄着孩子，也不方便啊，是吧？你要干嘛也不方便，孩子嘛，啊，孩子小闹，他有个儿子，大伙都知道吧？啊，于谦的儿子。哎，好好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这，谁跟你客气了？人大伙都喊于谦的儿子叫郭小宝。我儿子能叫郭小宝吗？列位看出咱的为人来了吧？怎么呢？做好事不留名。哎，对。这叫不留名啊，有个记号就得了啊。哪儿啊？我认为啊、嗯、有这儿子之后对你的人生有了极大的改观。哎，那还真是这样。你想啊，你要说二十出头有一孩子啊，他不往心里去，嗨，自个儿还没玩够呢，玩心大，这个就土埋都没毛的人了，是吧、啊、那就是死了，那活埋了，您这是倒着埋着吗？脑袋冲下、好嘛，拿大顶土宣、啊、哎嗨，那就是摔一跟头啊，就喜欢孩子啊，无论到哪儿去，嗯，谦儿哥头件事就是给儿子打电话，哦，说我们今天上天津演出，这才多近呢啊，头件事还想儿子，嗯，你猜猜爸爸是谁呀、啊？也没有我这么缺心眼儿的，孩子很配合，他说什么？是爷爷吧？嗨，俩傻小子开心呢啊，无论到哪儿去，嗯，头一件事打电话跟儿子聊天，得说话，一天三两个钟头通一回话，就那么频繁，要不然就得死去，我就不行了。哎呦，受不得呀、嗯！那回在山东，嗯，我们上济南去演出去，啊、嗯，到了酒店了，经纪人呐、啊，什么助理、工作人员都出去了，啊，于老师把门一关，嗯，开始干最重要的事，打电话，不光打电话，还有什么？哎，上厕所的同时打电话。哦，那人有三急，哎，他得方便一下，对啊。但是这点就看出来，这大户人家怎么住平房住惯了，这有什么马桶坐不惯？哦，家里都蹲便。哎，但是酒店哪有蹲便呢？是，都是马桶。嗯，于老师就得踩着马桶上头。哎呦嚯！我这练，幸亏练过杂技。哇，不容易，一不留神就摔着了。那是有要功夫。那是，最早的时候就是，哎。蹲那儿站稳了，踩在两边跟这儿方便啊，方便完下来一看啊，马桶里没东西。怎么会没东西？鞋大，都拉鞋里了，合着这鞋也太大了。这个后来脱了鞋光脚踩，这更不是，那更滑了，滑呀啊。所以说就是每次都半天啊踩好了，把这手机啊搁嘴里叼着，俩手找平衡，嗯，站住了，稳了，这才解裤子，哎，蹲下来，哦，这算踏实了。行了，哎，把这事儿忘了，这手机掉马桶里边，那是鹞子翻身就下来了。哎哎，够啊！伸手进马桶里边，抓着了吗？逮着手机去啊！真逮着了，这是功夫好，就在回水腕那儿，哦，掐住了，多悬呢，拿可拿不上来。怎么呢？那一共才多窄啊！啊，你这手要松着能上来下去啊，攥着手机多宽呢？嗯，上不来呀、啊，卡那儿了，这可难受了啊！裤子吞到脚这儿啊，半跪侧身撅在马桶边上，嚯、哦，手在里边，你瞧我这姿势多难拿呀！20分钟，门开了啊，
经纪人、助理、工作人员都进来了。他们怎么知道的？于老师啊，是您发短信让我们救您来吗？我还发短信？忙发。我这能耐太大了吧？我这撅着光着屁，我这手机还忙发。问题你还知道谁对谁？哎，这太有能耐了。没错，这不写的吗？啊，有故障，马上来救我。啊、哦，还带个小笑脸儿。哎呦、还笑脸呢我。我太浪了，我这啊，这一帮人都来了啊！怎么了，于老师？您这是？嗯，我说这够手机出点小障碍 啊。您手上来，废话啊，上来，上来不白受这罪了吗？是吧？啊、什么叫上来？这可怎么办呢？嗯，找酒店吧。干嘛呀？一打电话，酒店全惊动了。哎呦，著名演员于谦出这么一状况啊！酒店的总经理、董事长啊，董事长助理哦。连那个外资那方的工作人员，哎呦，各楼层的负责人，关心所有的工作人员，餐饮的、大堂的啊，一百多人啊，嚯，全上来了，哇，这是看手机呢，是看我呢，这是，啊，助理说，您看这事儿怎么解决？这没法解决啊，没法解决，你们上来干嘛来啊？这都看够了吧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就为看我来的，和打电话吧，啊。把派出所的叫来了啊，那波人又来了啊！派出所所长、副所长、指导员啊，哎，所有人都来了。嚯、哦，详细情况这怎么回事？啊，记录一下。如何如何？说完了，怎么办？这个我们得往上报啊！著名演员对吧、跟分局说了哦，分局跟市局说了，是市局报省厅。哎呦，连专家组在上下五百多人，他们没见过啊，那都来了啊，都排着队跟着。这帮人算过了瘾了，嗯。于老于谦是可不是我吗？是于谦啊，哎，那什么那个省厅的负责人啊，哎，我这握手是握不了，对、你都很关心啊，想办法吧，是吧？早想啊，人家连刑侦队都来了啊，啊，还照相呢，嚯，行了，于老师乐一个，我还乐一个，我乐得出来吗？我那样乐一个，哎，啊，拍完了，那个来。怎么着，王所长跟照张相、啊、哎，去，别照相了，照相就完事了啊，后边刑侦队举着摄像机的来了，哦，还有视频，你知道吗？拍近的，拍近的，哪儿就拍一近的，都拍完了，这个有点完，我们处理不了这个事儿啊，那是得给下播留着，哎，再见再见再见、走吧，都走了，嗯，说这怎么弄啊，啊，打电话叫大夫吧，哦，对，医务叫大夫吧，医务方面啊、对，简短接说，一千多人啊，嚯，连大夫在护士在实习的都来了、那得看看、哎、都得参观一下吧，嗯，都看吧看吧，看完最后这有一老大夫，哦，大夫说这其实简单，有偏方，他有主意，截肢，哎，这截肢我用你来呀、打胳膊这儿切啊，切完赶紧派人上一楼那儿等着去，嘿，好，那直接把手机挡着就不好吗？啊，就反是个办法，是个办法 啊，把你们看着安排吧 啊，都走了，大伙儿守着吧啊，哎，也不让别人动，那是坚持了两天，两天，于老师两天跟这儿就这姿势啊，哎，我还真能坚持，那是 啊，两天之后也没吃饭啊，胳膊瘦了，哐拿上来了，对，嘿哈，感觉我谁也没用，你知道吗？把人都轰出去啊，先给儿子打电话，还打呢，关上门，嗯，喂，嗯，儿子。儿子那边接、嗯、怎么这么臭啊，哎，这都闻见了，你猜猜我是谁呀、啊、还猜呢，猜不出来，嗯，你那边水印太大，好，我扎马桶里了，你怎么猜不出是我呢，啊，我问你，嗯，我不在家晚上妈妈跟谁睡呀、啊、王叔叔、哎、去你的吧